这20多年来，我们创作制作了许多陪伴孩子长大的经典学习专辑，如今在 YouTube 频道一一排队上架，欢迎你来支持及鼓励，签购成为372温暖粉丝。环滁皆山也，及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，既自以心为形役，昔惆怅而独悲，物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，识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牧童拾豪村，有吏夜捉人，老翁逾墙走，老妇出看门。此屋失其母，牙牙吐哀音，昼夜不飞去，经年守故邻。夜夜夜半啼，闻者为沾巾，声中如告诉，未尽反哺心。崇祯5年12月，余住西湖，大雪3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，余拿一小舟，拥翠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繁。见陶渊明独爱菊，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。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荣少时读书仰惠堂之西篇一事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思而弗得者起，绕世以玄。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晋平公问于齐黄羊曰：“南阳无令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齐黄羊对曰：“谢胡可？春寒料峭，女郎窈窕，一声叫破春城晓。花儿真好，嫁儿真巧，春光贱卖平人要。”372 YouTube 粉丝频道，你的加入是一份支持，是一份鼓励。